每一口都没有再客气的古早味海鲜蛋炒饭，白饭粒粒分明，加上每日严选的进货海鲜，适时加上足够的蔬菜，整碗营养满分，淋上老酱油提升香气，不止吃得饱也吃得好。大胃王争霸战即将展开，就是看谁先吃完我们就取得先攻的权利哦。好，请开始。加料是没有在手软的，真的，你看随便卡起来弄一点料，然后摸摸摸。现在他两个战略都算慢慢慢慢的缓缓的，他还在吃蛤蜊，你看多么惬意啊，直接三四颗虾仁，感觉真的好香哦。对啊，它是炒的蛮香的，因为有过气，有锅气，一个锅气就翻了。我想说谁过气，你是哪国人哦？你都听懂了，你哪爱泰国人跟你有的家，你哪的？我真正是啊，登记认真的啦，拍手拍手。而且用大汤匙吃的感觉很有快感，大口在啊，大口来，3.6公斤，来来来，你看其实爆的已经很像婴儿，很像婴儿，有喂奶的感觉，那个重量。我要先把蛤蜊吃完，所以可以一口一口的大吃，因为有时候可能会误吞啊，对，会误吞，那很危险哎。哎，刚刚有个硬硬的东西是什么？感觉真的，你们两个是情侣是不是？默契这么好，哇，怎么了？很快呀，很快啊。要不要我唱歌让你吃得更快？那这碗拿起来，哇，你帮我唱歌。唱歌，不要不要，你不要唱，我吃给你看就好了。你来唱给我听，唱给好好听，唱给好好听啊！所以丁丁先获胜了，没关系，我们等你。那我慢慢吃。你慢慢吃，现在没有压力耶，你给他很大的压力。到底什么意思？你给他很大成功的压力啊！哇，找到一个让他就是怎么吃得快的方式，对，找到了，对，就是你，以后要唱歌，对，那你来就配他，就成了。哇，厉害，恭喜啊！也是，真的也是很厉害。那我们也非常恭喜西君取得我们九宫格的挑战优先权。